哦，啊，你摸这箱，这大箱要怎啊？哇，足重的呢！哦，你莫看这、哦、这箱，这不是假的。哦，啊，你着摸这箱啊？哦，你也看，哦，哦，这边较轻啊，哇，这边够重的。哦，拄啊哈，会运，那叫啥？那叫啥？新竹奥运哦。嗯。我今天无注意啊！哦，这箱啥物你知无？我知，六百八。这内底拢好物件，拢有用到的。啊，汽车用品。啊，汽车用品买这箱这大箱，你是要用几百台车？哦，我过来要闹休困，要来兼工洗车，无即马。即马开销较大，拢无钱啊，加减啊共迄落共洗车。好，来看卖啊，我买啥物？若要洗车，看来我洗哈。我即马有咧减，哇，一袋啦，一袋，哦，真大袋呢。得浴巾呐、啊。嘿啊，即卖当，即你即一般即种个无咧用人个啦。你要用嘛是会当啊，有遐高级的嘛是会当用人啊。这吼、哦，讲这块吼、哦，会当七，这块会当七几台车啦，三千 CC 迄种大只的哦，唔是迄种五六十千五啊，唔是迄种一千 CC 迄种小只的哦。好，第二样啥？这讲玻璃布啦，咧切玻璃的啦，讲这真好切啦，这你啊车洗洗用这切哦。玻璃足清气的，袂有水，无水分啊！啊，你也有迄种，像我嘛买种玻璃清洁剂，有无用这种清足清气的？啊，这两块下拉布啦，俗个买啦，无啥物，嘛咪伊有啦，伊嘛想讲这好下拉，伊这两个一边较有毛的，一边较无毛啦。啊，都一袋几块银仔尔。这蝌蚪布，我写皮买过啊，我买两种 size 的，一种敢若高扎的啊，一个敢若高扎的啊，一个，一袋，哦，我嘛是一袋无遮大，一个敢若高扎，一个六扎的，一个高扎的车安尼，啊，一个六扎的，啊，我嘛买四扎，这是40×40的啊，我嘛买啦。啊，袂歹用啦，所以这伊咧卖搁较俗，我就搁买两块四十的。因为这种的插座你知无？插伫迄个，你啊较大地，由于愈大地有无？你啊水一吸袂了有无吼？无好转，所以你爱买两三地有无？你啊吸水吸甜了，转迄无好转袂行，你都爱换掉啦，你都爱换新的啦。唔是，就是爱放边啊，搁摕新的来用，唔是换掉单掉啦。啊，这是迄落羊毛手套啦，这会当下啦。啊，买当迄种你也要洗车嘛是用是啦，三袋啦。这我会记我较早敢若有买过一袋啦。啊，这是种。海绵啊，粗的啦，伊种是粗的算较特殊的。你啊，一般咱的洗，咱种买蜡，咱的蜡有无伊也加的，伊较油啦，较油迄种的是正常的拍蜡的。啊，你这种的是人咧讲迄种细痕的啊，你手机啊挖也好了解，这细痕啊。这你啊手，你啊车啦，有迄种啥，有小可有太阳痕有无？啊！你啊用迄种细蜡有无？用这种的较粗的，较推起来。空瓶，这空瓶就是要你会当滴有水的。瓷土布哦，你车啊有铁粉呐、啊、吼，也是迄种工业粉尘呐、啊、吼，就你啊车洗几下，你啊感觉车洗了讲哦。有迄种颗粒粒啊，是吼袂清气，你就爱用这啊。同时，
类似以前拢用粘土啦，粘土无好用啊。啊，即马布也搁发明啥物磁土布，啊，你爱用泡沫，无车有泡沫，类似轻轻啊付，袂当大个付，无去上着车。啊嘛爱有泡沫，泡沫较袂去上车，啊嘛较好付啊。啊是讲，你初好两个月至三个月就爱去用一届啦。哎呀，啊无你著家己看，你家己你若洗车类懵，感觉讲无。无袂久啦，有考虑，你著爱用这家清洁一下。这是鸡皮哦，这俗的。买三个，俗俗安尼。这钢圈刷啦，这看起敢若是一种共款烤豆腐迄种的，嘛是拢俗啊，所以加买过。喷头，伊这喷头大细啦。大个，即细个啦，啊，即大个就是迄种，迄叫啥？空瓶咧用个啦，啊，细个另外个。好，过来。USB， 白色个，即白光个啦，即就类似气氛灯啦。你啊，插到你车啦 ，USB 个孔啊插落去有无？啊，是你厝个房间用行动电源啊，甲插落去都有一个气氛灯。你当做小夜灯吗？系啦，嘛是零食啦，就车咧较袂遐暗啦。啊，这就是咧五 G 啦，这就是咧贴你迄种车内迄种饰板嘿啦，啊是迄种纽扣有无？你也袂家己贴啊？嘿啊，我嘛唔知，啊，就一块尔啊，猛买啊，一块尔啊，啊结果以后叫恁囝贴，结果伊过我过。后礼拜看的时，伊就变成零元啊！一开始就拢会算讲优惠予人安尼啊。这两支产品，我拄仔甲你讲啥？知，咪刷乐乐糖的名。哦，祛湿啊，毛细洁刷啦，这毋知你吃啥，我才甲问看卖啊。这五支。5G 是五支缝隙刷啦，这看就知影，这看就知影是啥物啊？这就是你电气孔的缝，无啊是车内较缝隙的迄中间路啦。诶，这，过来，脱脂除蜡水，好、哦，这除蜡水。要创啊？你知无？啥物想要用？你知无？伊这就是吼，你啊拍蜡、拍的有无？海绵，佮加迄种下蜡布，吼，你着爱用这個，用这佮洗过，用这佮喷喷的有啊，佮用叫洗洗，吼。啊无你啊，干来一般用你啊用迄种啥？迄叫啥？杀蚊粉有无？迄拢洗袂起來有无？我迄阵啊叫你甲我洗迄种。海绵佮玻璃咪讲洗袂起來，讲迄种油油有无？系啊，爱所以就爱用这個啦。嗯，这你若无用这吼、個，你虽然你有洗过，用迄洗衣粉洗，迄洗袂起來，伊迄垃圾物佮掉伫个海绵，佮迄种车蜡布顶面。啊，你后一届佮去拍蜡有无吼？就去上着你的车。哦，这支够重个，玻璃油墨膏，哦，这支听讲最厉害，伊这。除玻璃油墨最好除的，吼、哦，比一般人迄种咧除油墨的，更较紧，更较好用了对吧？啊，嘛，加做动的啦。啊，这個、好，我知。去污清洁啦，去污清洁啦，讲到迄个就是一支就是清洁啦。清洁啦，人家讲的，迄阵我有听阮同事讲啦。清洁啦，就是讲你车久久啊吼，爱用清洁啦甲拍过，然后还去拍棕榈啦。因为你车拍久有无吼，伊个垃圾物拢会去互你个蜡拍掉的，拢袂等于你棕榈蜡落有些会袂滚啊嘛，袂有光泽啦。爱先用清洁啦，落甲清洁啦。过来一支。钻石车漆
风体剂哦，听讲这支嘛真厉害，啊，佮有佮有钻石结晶涂层，哦，伊这拢用喷的啦。伊讲哦，先喷风体剂，啊，佮来佮佮喷这个结蕊，哦，这两支安尼喷落去有无吼？袂输人外口镀膜车，啊，佮足持久的，佮冻会久，啊，佮这快速剥离。镀膜，这块是玻璃镀膜啦。这个伊讲吼，喷起哩吼，干，就是玻璃爱打甲喷起哩，啊打用打包甲切落来，伊持久会当冻三个月，又家己做红看。这三支是伊的啥物三宝啦？三支才一千多吧。听讲这是。印象算上好的啦，过来，蚊虫去除剂，这就是你的种啥，蔓麻啦，还是目睭啊、条棒啊，用这种个喷喷的，吼、哦，加较好迄落，啊无时啊真正，迄有时啊久来吼，蚊啊吼，你干来用迄落清一啥，洗车巾、洗车蜡类似的吼，泡沫洗车别起来。啊，这支是柏油清洁剂，哦，真正遐啊，墙门边一条柏油真正足歹洗，用这试看卖。过来，哦，就是咧这个重的啊，浓缩洗车巾，哦，听讲伊这个嘛真好洗，伊迄落泡沫真济，哦，真重的。啊，这个。钢圈亮光剂哦，像这个伊嘛讲这个咧洗钢圈做洗，啊钢圈要用啊这大罐啊？无啦，啊你著要装分装的细罐的有无？你钢圈只洗洗下啊尔，啊你钢圈喷喷的有无吼？伊个因为这药剂你差不多，伊唔知我记落来，伊咪讲三十秒还是几偌久，就爱先甲喷掉啊，足紧的。哦，搁一个 N1 全效能。泼水镀膜，哦，这个伊拢做测试用看，真正赞的。讲这個，你着车洗洗有无吼？甲喷起哩，规只车拢会当喷，玻璃也用，啊，钣金也用喷，啊，喷了了有无吼？水用迄落水柱，就是用水水甲冲掉，水甲冲掉，啊，车漆就打就好啊，吼、哦，好，这个嘛是歹。玻璃清洁剂哦，伊讲这漆玻璃哦，真清气。啊，这铁粉去除剂哦，我只车毋捌去过铁粉来试看卖。这两罐是试用的，来拄啊买大罐的，送两罐细罐的。好，无啊。你这是要咧洗大只，是要洗细只？拢会用一啦，啊！这叫蝴蝶盖啦，送的啦。最后，哇，搁一个，最后一个，啊，这你唔想买一支啊？喷壶，我买一支啊！我之前我有开箱过，迄支蓝色的嘛，迄支蓝色的，我迄个啥试用。啊未迄落诶，我到时我搁放试用迄地去哩，啊搁即个试用。你来比较呢啊？嘿，比较，迄支吼，我讲迄支吼，迄支吼，我感觉还好，无啥好用啦，因迄支吼，伊吼，你诶，算讲喷无偌久有无吼，都爱搁一直饲啊，所以我迄支变成都爱一边饲一边喷，一边饲一边喷，足爽诶啦，爱一支毋免啦，爱一支吼，伊泡沫搁足绵。哎，这可以当泻压，到时候来试看嘛。伊这支讲啥物意大利的啦，啊，伊只讲伊无喷伊的，伊无用伊马克去的尔，所以较俗啦。啊，你若去买迄牌意大利有无同款的，只是无牌子。啊，毋着干公司出产的，只是有伊马克，伊无伊马克。对对对，嘿，啊，伊只敢若讲爱千外块，啊，我一支几百块啊，到时候我来试看卖啊。两支在比较，
看嘛对一支好，因迄支真正迄支吼，迄支小钟毛讲讲，伊讲无好用，我会感觉，嘿，迄支你若饲落了有无吼？饲到迄落是你喷差不多喷一时啊，你都爱搁饲啊，所以我变成着一边饲一边喷，一边饲一边喷，啊，伊个泡沫出来其实嘛还好啦，袂讲做迄啥，做油做面个安尼啦。好，到时我较来试用迄支甲迄支，吼、哦，来比较看卖。好，遮个物件我到时若要用个时，我再搁拍片啊甲恁分享。好，拜拜。